来的？全身狼选手是我们。去去喂，丑男！我果然没猜错。你第一次见到女人吗？不管你嘴怎么贱，两位也准备好了吧？那么本席再次几敲啊！Ready?性权于身上，既然我们怎样修炼，那我们就伤害你们的，在最短时间把这就是难斗性权的。奶奶个肺！天下间怎么会有这么下流？这是变态龙，贼变态！竟然把本小姐的衣服打破，还让我想到恶心的画面。一边战斗，还有有破绽，接着。喂，等等啊，我还没说。你的衣服快要变成一块烂。投降吧，你已经。我明明一枪的话。什么？竟然摆脱了我的钳制！我受够了，我要先把你这个丑男打死，再完了再唱各位。这样的话，我就说是香港的最帅，你们全部都给老娘去死！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为了保护在场的所有人，恶毒的女人，我闭嘴啊！高兴了吧？你已经把本相，我以后哪有面目见人？不管如何，我都要拖你去再来吧。看来没办法。只好用这一招了。什么？你让我夺得冠军，我赚来的奖金分给你好吗？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没骨气的。刚才只是用了两成功力，你港漫看多了是不是？是我的超级无敌我爱你啦！你这个不认输的母猪，还是乖乖投降吧！流泪龙王，去死吧！由我来陪你，你被看光光的部分，由我负责。我被你打动了，你顽强的斗志，优美的，无论是作为武术家，还是请你跟我交往吧。啊！你在说什么？我大惊小怪了，每个男生都当我是大肌肉巨人吗？要不只好等纸冰冰来决定好了。啊！真的？容我拒绝。奥运真空心动拳，
权，仅由深情的告白让女性产生混乱，使男董性权在无计可施的时候迫不得已。我宣布这场战斗的胜利是属于你已经输了。